欢迎回到新路谷。今天呢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。今天呢是夏季宴会。本来我们打算今天要去出发马鲁讲的剧情，可是我突然想到了，今天是宴会耶。宴会什么的，是不是医院没有开啊？好像是哦。欢迎来到靠山吃山。明天开始有一些不寻常的哦。什么？我不是科学家，但是我听说螃蟹繁殖。OK。我们没有做过捕蟹笼耶，没有做过捕蟹笼。呼，看到知识的碎片。今天没有任何的倾向，天气预报。全天无雨。好耶，我们先浇水吧。每天都要浇水。哦，有人寄信给我耶。你好 ，Kamiko， 很荣幸通知你，你的农场将会被报道在下一周的新路谷。哇、哦，好耶，好耶，最有前途。版面上，您迅速的发展让我印象深刻。SVT， 好喂，他看到这个会不会被吓跑啊？哦，这个是什么？拿到了橡树树脂，小鸡鸡出来玩，快点！这个超棒，这个超棒。哎呀，不要，我超级不会放这个。出去玩啦，出去，走走走。对啊，终于有树意了。好诶，出来了，咱们浇点水。快要长大了，再三天我们就有很多很多蓝莓，90个蓝莓。摸摸，结果一下，再过去一点。哎呀，想到有90个蓝莓，我就要发大财啦。哎呀，我是梅派的。再来，我看一下哦。所以每天我可以稳定的赚300块。要是我有更多小鸡鸡的话，我是不是就变超有钱啦？对不对？要不然我转成小鸡派怎么样？感觉是不是挺不错的？小鸡派什么的。如果呢？如果我每天都，我想一下哦。如果我每天都养10只鸡，就代表会给我，不对不对，他就会给我10颗蛋，2颗蛋是300块，10颗蛋就是，天哪，10颗蛋是多少啊？300×5，1500块，我就赚1500块哎。其实挺多的哎、欸！哦，宴会开始了，宴会开始了，走走走，到下午2点是不是？他说要去哪里？海边对不对？海边，走走走，我们还有只小鸡鸡没有摸头，来，乖，走，参加宴会，这个等一下，这个放在这里，好走，参加宴会喽，你们开心玩呢？我去参加宴会，等一下就回来。走，海边。3000×5=4500。哦，300×5=4500。哦，真的耶，三，明明就1500，骗我！明明就是1500，被骗了。走喽！有东西吗？没有东西。参加派对。哇，好多人啊。哦，州长。我忘了带弹弓来。该死。Hello。哦。脸好宽哦。传说中的州长。我得向那个夫人谈谈我在这里制作。谁？哪个夫人？度假小屋的事情。OK。快点，州长的例行访问来了。如果带着东西来，记得加到汤里面。我们可以等一下，还不到时候。等一下，我还想跟其他人对话。嗨，轩。哇哦，大城市里面可买不到这种辣椒酱，他真的很喜欢辣椒哎。轩真的很喜欢辣椒哎。我想跳舞，可是又怕。Come on， 我想要很漂亮的皮肤，小麦色的皮肤，可是我又很怕太阳。这么好的天气就该搞个沙滩派对，你说呢？
你们两个怎样？吵架哦？怎么啦？你们两个？有一年，山姆往百乐餐里面加了一整锅、一整磅的凤尾鱼。现在知道为什么山姆的服务，社区服务总是领，就是领头了。山姆是谁 ？Sam， 哦 ，Sam。OK， 和别人打交道太累了，我宁愿在这里一个人看海。啊 ，Come on， 嘿、hey ，我吃撑了，在这里除了吃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的吧？马路甲，走开呢！还有，你跟那个是一挂零，滚！雷纳斯烤的东西好香哦。嗯，是你吗？哦，你是雷纳斯。这让我想到，那个《魔物猎人》煮肉的时候，脑袋中跑出那首歌。哦 ，Penny 跟 Sam， 州长，管他的。这个节日我们一年举办一次，为的是让州长尝尝这里产品的风味。我干嘛要认识？我干嘛要注意那个不认识的家伙？哦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从树林那边回来，空气清新多了。谁把桥敲断的、啊？喂，我的桥！农庄生活过得怎么样？这已经忙坏了吧？还好哎、欸。你看他们两个一对的，我起晚了，一出门就发现搞完了一班，不能进去。好了。这边还有一些角色可以对话，都说会瞎话好了。希望今年的汤头的味道不错。这个大妈也挺可爱的。我把后院的新鲜蔬菜加到汤里面。嗯，要是州长心情好的话，说不定会给我减税呢。不知道他喜不喜欢陈年的 whisky。呵呵，免费大餐，就在此地的福利之一，好享受吧，小姐。要是带了煮汤的材料，就从另外一边爬进去丢进去吗？哦，我加进去了，好哎、欸，该死的苍蝇在弄食物了，好吧，那我们应该可以开始了吧？这边有音乐，总之总之的，我可以把，哦、我这边还忘记了两个人 ，Hi Emily， 他没有作答，还有这里，哦，你踩到我的脚了，亲爱的，太累人了，你要去餐馆吗？好无聊。Vincent 跳舞跳的不怎么样，他们两个长大一定也是一对的。音乐太吵了，能够让我安静的看海吗？啊，海上的气息让我回想起多年前的事情，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。OK， 我们可以把这个爷爷扔进这个汤头里面吗？可以吗？好吧，可以开始了。是的，开始吧。Oh yeah！ 我扔了一条鱼进去。哼，要开始了吗？伙计们，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百乐餐点。我相信你们都在锅里面放了上等的好料，我放了鲤鱼，我们一定要让州长先生不虚此行啊！他压力大概很大吧？州长先生，能请你有幸尝尝这个汤头吗？鳄鱼奉妹，当然了，这一刻我盼了好久啊！哇，鳄鱼奉妹，这家伙。这个汤是蓝色的，嗯，这个表情，这个样子，哎，嗯，好，是怎样？嘿，讲出这种话，大伙们，把人进去，哇哩嘞嘞。一定有人在里面放了下脚料。那么，有人想喝一点吗？诶，汤不怎么样，不过宴会很成功。哇哩嘞嘞，挑的要命！哎，好恐怖哦！下午其实挺恐怖的。一二三四，哇！不！马路，啊，好感度全部下降了，马路酱，
马路强。一定是 Heavy， 一定是哈维，一定是他，不然就是 Shen。不行，一定有一个人是，一定有一个人是凶手，一定有一个是凶手，一定有一个是凶手。你没有发现他在工作吗 ？Heavy， 哼，没有 Heavy 在宴会。一定有一个人是凶手。那我可以不要放东西吗？我不想再浇水了，好累哦。Oh my gosh！ 有时候啊，生命中有很多错过的事情，你没有办法要求，你就一定要尝试着接受它。你要学会教训，下一次你才会懂得如何站起来。最重要的是，了解你错在哪里，从原地再爬起来，继续往前走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Safe and load 这件事情啊，我从来不做。我玩游戏啊，坦荡荡，从来不做这种事情。我从来没有 safe and load 过，从来没有 ，never。那个坦荡荡，这个直播啊，怎么可能骗人啊？我们睡觉去。750块，欸，香菇其实也挺赚的，欸，一个香菇50块，加一加也有450。